请告诉我，谁是中国人？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。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，轻轻地告诉我，不要喧哗。清晨六点，美国纽约时报广场，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这里向世界播放。纽约时报广场，这一不同肤色、不同语言云集的缤纷世界，在今天被定格为红色。此时此刻，世界的目光注视着中国。宣传片里，中国人正在用从容的目光拥抱着世界。从眼睛到心灵，从心灵到笔端，从笔端到传承万世，中国的文学家们操着一幅兼具传统与现代的笔墨，徜徉于中西文化之间，续写着中国与世界从未停息的相互对视。1897年，在从福建马尾驶向鼓山的画艇上，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外国小说《巴黎茶花女仪式》从这里开始起笔。马江两岸，青山隐隐，画艇接窗，留学法国的王寿昌临窗而坐，手捧茶花女法文原著，逐字逐句绘声绘色地翻译。他话音刚落，伏案执笔的林书便已挥就一篇洋洋洒洒、妙语连珠的译稿。此女长身玉立，脸有朝霞，纤纤然描画不能笑。场中人横见有丽人，拈茶花一丛，即马克之意，诗人遂称之曰茶花女。每当翻译到缠绵凄恻之处，林书常常掷笔而泣，他感慨于生离死别的无奈与惆怅，他把对于亡妻的深深眷恋也融汇于译作之中。1899年，林书的《巴黎茶花女仪式》刊行面世，在当时沉闷封闭的晚清文坛掀起了轰动一时的茶花女热。这部小说作为一个开始，然后后来林书翻译了大量的这个外国小说，那么当然主要还是英美、法德、俄这样的一些比较发达国家的这个文学作品，当然应该说是开风气之先了。林书从年轻时代起，他就认为中国必须从西方学习富强之策。而到了中年，他在翻译西方小说的同时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却更加自信。林书多少有些矛盾的心路，正反映出那是一个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。当时梁启超他们也在呼吁啊，就是说要兴国家，那么要兴国家要兴人心，兴人心的先决条件就是兴文学、兴小说。兴国家要兴人心，兴人心要兴文学，兴文学要兴小说。林毅小说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当时18岁的胡适在第三次看完这本书之后，发出这样的感叹：此吴国数千年来小说界未曾有之大观也。钱仲书也说，林毅小说是我11、12岁时的大发现，他带领我进入了一个新天地，接触了林毅，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。当时突然之间这个引进这么一部外国小说，而且是一部爱情小说，这个很缠绵的一部爱情小说，那么跟我们中国的以前的这个关于爱情、关于人情世故有那么多的不同，
啊，应该说是当时是洛阳纸贵的。法国文学像这样一些，可以说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，曾经是至少是主流的、主流性的东西。他们的思想、他们的这个方法、他们的内容形式，对中国的这个作者和读者的影响，那个大，那我们在这个整整一百年来，那我们是都是有目共睹。文学永远是不同文明之间最先搭起的那座桥梁。